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元神 5.3 火神冰女技能曝光， 5.4 空降岩系少女复刻角色安排来了。 5.2 到 5.3 卡池强度爆表，平民玩家抽取推荐，三大人权卡别错过。元神纳塔 5.2 卡池已经官宣，恰斯卡、欧洛伦、林尼、纳维莱特、钟离也将迎来 up， 各位旅行者们的原石是不是也都已经准备好了呢？后续的 5.3 卡池火神马威卡冰女也会陆续登场，本期就 5.2 到 5.3 卡池角色抽取推荐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要说的就是 5.2 卡池的新五星角色恰斯卡了。恰斯卡是前台战场输出角色，强度还算不错，但是低命并不是太友好，大世界能力就目前角色来看，探索跑图绝对是天花板，不仅可以飞天悬停，也可以长时间跑图，抛开数值强度不谈，对于大世界有需求的玩家已经还是非常值得的。然后要说的就是林尼、纳维莱特、钟离这三位五星复刻角色了。其中林尼虽然强度不错，但手感强度还是达不到顶级的标准，况且之上还有龙扑，所以并不推荐抽取。钟离的话作为最强盾符，当前版本人权卡角色之一，适配于多个配对，血灵命完全体推荐抽取灵命，水龙王机制强度超模灵命可用一命完全体，资源足够的情况下，钟离、灵命和水龙王一命优先抽取。而说起后续的 5.3 卡池，据说是火神马威卡、冰女茜特拉利登场，其中火神作为七神之一，无脑抽取即可，低命强度也不会差。冰女据说是后台盾奶，就是不知道强度怎么样啊。喜欢的旅行者们倒是可以观望一波后续的相关消息。总的来说， 5.2 到 5.3 卡池三大人权卡平民必抽，所以说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元神纳塔 5.2 版本的前瞻直播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，紧接着就是恰斯卡、林尼、纳维莱特、钟离的登场，同时后续卡池火神、冰女等角色也会和大家见面，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而说起5月3日及后续卡池等相关消息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就是 5.3 卡池的相关消息了。根据网传消息的汇总来看， 5.3 卡池火神马威卡、冰女茜特拉利会登场，同时仆人申鹤也会迎来复刻，也是目前说法最多的版本。如果卡池实锤的话，倒是非常香了。5月3日作为海灯节版本，除了新皮肤的上线外，据说还会有第二期离月混池的开启。不过 5.3 卡池新角色例会的公布也就还有一天的时间，感兴趣的旅行者们倒是可以期待一波。而说起 5.3 卡池火神马威卡技能相关的消息也来了，火神的元素战技可以冲刺并击飞敌人，长按可以增加冲刺的距离，造成火元素伤害，并进入夜魂加持状态，普攻消耗夜魂并获得无法被覆盖的火元素附魔，大招指定方向冲刺击飞敌人，火神冲刺期间无法被阻挡。冰女的战技以自身为中心，展开类似蜘蛛网的后台移动圈，圈内敌人会受到冰属性伤害，不过是低频冰，且一技能可以爬山，大招是护盾，盾碎了或者时间到了会有比例回血。这么来看的话，冰女大概率是后台盾奶负 C 了，当然了，版本跨度大，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之前提到在后续的 5.4 卡池中会有一位到期新女角色空降，名字叫做君月，角色定位机制的话，就目前的相关消息来看，很有可能是岩属性下落攻击 C， 同时温迪、闲云据说也会在 5.4 卡池复刻。不过还是那句话，毕竟是网传的消息，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，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